那是干什么？这是检疫，凡他们觉得不卫生的入境者都要进行清洗检疫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幸免的。什么？那我们也要这样吗？我跟海关人有点交情，或许可以替你们说情，不用检疫。你那个随从呢？ 他自己觉得样子吓人，不想出现了。或许他自己有法子路径吧。怎么样，你们两个跟我一起过海关就可以了。你能为大伙出头，不让他们说这种侮辱吗？我跟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不想要特殊待遇。谢谢你的好意。英雄。 死得好惨，你得替他出头啊！老赵啊，你放心吧，姓霍的杀你儿子，也是冲着我来的。你儿子既然是我的人，我就不会做事。对不起，敬业，我还有三个儿子，我不想让他们都死掉。 消了灾了，把事情都带走。老板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老板，靠你们保护，我早就死了。爹，你放心吧，霍家的事我一定会替你摆平的。好，我等着看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还好。
多亏了太保及时赶到。少爷，好多年不见了，你回来的正是及时啊！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啊，是。这个人的命真大，居然没有被砍死。爹，这些呢都是我在日本习武的师弟们，这次奉师傅之命，特地来助我一臂之力的。 太好了，太保啊，一定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啊！嗯，你们派人去把西郊别墅整理一下，我们暂时不住大屋，以防备霍家人偷袭。嗯，是。呀，哈哈，你个臭儿子！啊，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看我啊？你不哦，赖月，你帅呀你！哎呀，啊！ 早就开花了，你们明知道我跟英雄约好了，今年梅花开时，他就会回到这里的。这几天，我老是觉得心神不宁的。 桂果碎碎的干嘛？中华楼已经关了，没办法。
回廊那乡里的洗衣店可是个好去，先回去歇歇，明天再来吧。可是与剑圣对决是师父多年的愿望啊。当年师父心有牵挂，说了半招给剑圣，剑圣觉得没有分出胜负，相约再做比试。可惜师父后来一直被困归岛。哎，不急，反正已经等了这好些年，不差这一天两天。金太保的师妹吗？是啊，是她。鬼仆，你轻功最好，你先追上去，看发生什么事了。可是这……快点！错了，不忘我向胡老板推荐你啊，干得不错，不错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，走走走走啊，老大，你慢慢享受享受。兄弟们辛苦了啊！只要老大高兴啊，就是待会儿每个人都有赏啊，先烤火啊！看守的人不少的，我们怎么救人？被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就不能不管。这你不记得师父的吩咐了？你要是有什么意外，师父的心愿谁去完成？是，我不会有事的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们同坐一条船。我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去冒险？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要管了，还是赶快先走吧。对，救人如救火，难道你们一点侠义心肠都没有吗？你要是真的听师父的话，把我看成师兄弟，就得生怒离开这儿，到回廊的洗衣店等我。不，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救人是我的决定，我不想连累其他人。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是生死之交。我也是，咱们不是在师父坟前起过誓，说以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吗？下流的孬种，好，我趁这个机会替师父报仇。圣奴，看住他！哎，
你这是看你狼狈成这个样子！林老板在归岛的矿场里的保不住，还敢在这儿作威作福？你先别太得意，这小子的剑法非常厉害，你先伤了他再说。是吗？小子，我看你刚才那招还不赖，不如我们来个单打独斗。 比试一下，你带着个女人，虽然武功不差，但是我们人多，打了起来，死伤难免。你要是能接得了我三招，就放你全身而退，如何？要是我不单能接你三招，而且胜得过你，那这两个杀尸仇人任我处置，那就如何？ 那边的人，老板还在亏在公司里呢。没有人能跟我比划这么久，你是第一个。咱们还有两招，答应我伤好了之后我们再动，我就放了你们走。
他是行龙套的人，你怎么可以翻？闭嘴！怎么样？好，我们走。英雄，你没事吧？我挺得住。英雄，英雄！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不小心？你手没事吧？没什么。对不起啊，把你东西弄坏了，我会赔给你的。你也不用赔了。这东西在这里，有钱也买不到。对不起啊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老是心神不宁的。到底有什么事？没什么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弟兄舍命救你，你还要恩将仇报。我鬼仆，鬼仆，有话好说。他要害英雄。姑娘，你给人迷昏了，还差点给侮辱了。是我英雄救了你，你别错怪好人呐。赵伯，先生，你这么快就替我收拾行李了？你过几天就要走了，你从来办事严整，一切要早做准备。难得这次嫌我会快。啊，婕妤小姐还没来，你有几件衣服她拿去洗了，我等着她带回来，怕赶不及收拾。她好像另外还有事，你就由着她吧。不过是几件衣服，不急。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，交给我。啊，谢谢。对不起啊，来迟了。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呢。为什么？这镇上梅花多的是，想要逐个花包裹起来，恐怕要好几天呢。你知道那个叫福财的恶棍，昨天躲在梅花林里鬼鬼祟祟的偷看你吗？是吗？我看这个人对你还没有死心，他知道你替我工作，我又是个假洋鬼子。他或许会有一点顾忌，但过几天我走了之后，你可得小心。嗯。你在外头有亲人吗？暂时搬到那里去住，或许好一点。住在外头的亲人？嗯。有是有，可是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先去做饭了。其实，我有一个朋友在美国。所以，你想要我带你去美国？不，我不敢这么妄想。我也知道这很难。可是他去美国已经一年多了，那封信也没有捎回来。这样吧，我去美国之后替你登新闻纸找他，
你朋友住在美国哪一个城市？在三藩市的话，我有朋友可以帮忙。如果在纽约的话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还是算了吧。餐厅昨晚被我们收拾过后，今天已经全部关上大门。小兄弟们打探回来说，他们这次可是受到了重创，伤了几十个人，其中还有几个是管事的。那我师妹的下落呢？有没有消息？别光在这里吹牛了！难道我也不知道昨晚自己才是姓霍的招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先要找人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快去！是。师兄，你看。师妹。师兄。回来就好。不好好休息呢。昏迷了整个晚上，不想再睡了。这次让你受苦了。不要再提。你这次被抓，虽然感觉上好像让我们阵脚大乱，幸好霍家是这么想，我们才可以攻其不备。虽然倒了他们几个酒店和几个地盘，可是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今晚找不到你，我有多么的担心你。你怕什么？请你遵守门规。门规？师密？你不觉得累吗？难道心里真的完全没有我？这么多年，我都一心勤于练功，更没有心思想其他事情。这几年有好几次，我早上练功回来，茶几上都会放着一只盛开的樱花，是你放的吗？我孤身在外，当我看到那些樱花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会感觉到一丝丝的温暖。我真的很想多谢你，可是罗秀门门规甚严，男女不得私恋，我甚至连句多谢也不敢跟你多说。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既然我们现在都不在罗修门，难道我不能把这些顾忌都丢在一旁吗？师父知道会不高兴的。师父肯让你跟我到美国来，你以为他老人家不心里有数吗？你也知道我是个心高气傲的人，刚才那些话要不是我鼓足了勇气，我也不敢跟你说的。如果你的心跟我一样，何不放开怀抱，给我彼此一个机会呢？我现在不想谈这些事情。Thank you.
少爷，少爷，饶命了！哎呀，少爷，少爷，你饶了我吧，少爷，我也是被迫的，求你了，少爷。吃我爹的饭却当霍家的走狗，你这算盘打得还真响啊！老婆还是情妇，你自己选。这什么意思吗，少爷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还算通情达理，你可以选一个人陪你一起死。求求少爷，求求少爷！这老婆，老婆！你这个混蛋！你家里有7岁儿子，3岁的女儿，在这节骨眼，你却想要保住情妇，牺牲法器，你这孩子怎么办啊？原本还想留你一个全尸呢，可是现在呢？让他在死前好好的欣赏一下自己心爱的女人是怎么为他而死的。少爷，你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吧，少爷！少爷，你高抬贵手，饶我一命吧。别忘了，要是我们迟来半步的话，我爹就有可能被他们害了。要不是华英雄，你师姐也可能已经遇害。这件事要是由师父来处理的话，他可能比我更心狠手辣。嗯，师兄，听说你准备将华英雄安排到郊野的农场养伤，那边似乎不太方便。这霍家人被我们穷追猛打，我怕他们会迁怒华英雄。那农场位处偏僻，霍家人一时间未必找得到，反而安全呢。师姐说先到那边打点一下，你跟我们一块去吗？这是你师姐的主意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也知道我这阵子要替我爹打理一些生意，我也抽不出时间嘛，你就代我问候他们吧。师兄那里的马，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用。英雄，英雄他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他在说梦话。四郎，事情都办好了吗？那我们就不要再打扰了吧。那你们安心住下来吧，改天我们再来。英雄，脉象很乱啊，假惺惺算什么呀？英雄可是为他拼命啊！哎，鬼仆，别离开我，婕妤，别走。救人，捉内奸，毁我霍家的地盘。哼，你有种，我早就想会你一会了。
看你也不过是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老粗而已啊。仪式就到这里为止吧，改天再请老先生赐教。我虽然来了不久，也听说他在三藩市很有影响力，很多洋商都给他面子。汤臣警长，你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唐少叔请来的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啊，我当然不介意啊。好，请坐。来，请。我的中文也说得不灵光，所以也不想跟你们转弯抹角了。我听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家和万事兴，大家都住在三藩市，能和平相处，对大家都好，是吗？我们一向都循规蹈矩的。就是啊。你们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你们中国人喜欢打生打死，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但你们还经常械斗放火，扰乱治安，已不知有多少人向我来投诉过。我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再出现，否则我定会将你们当垃圾般的扫出三藩市。警长的话说得如此清楚，
我们怎么会不明白呢？好，我们两个以后公平竞争，不动刀枪。是。大团结的结局不是很好吗？对不起，我的好朋友老远从中国来，我要机船去。记住，别忘了答应我的事。没问题。Sure。请。大师兄，看来你得收敛一下了。哼，我们什么时候惹是生非啊？但是别人若想在我头上动土的话，我一定会先下手为强的。那个杨鬼子说要去接朋友，你去查一下他的朋友是谁。我如果通知你来抓我，那我不是太笨了吗？对极了，你是天下最大的大笨蛋。早知道你以前考试，我就不帮你。不谈了。I own you the whole life。你的房子我已经叫人给打扫过了，还多放了几盆花。Come on, let's get a drink. Wait, I have a friend.金鱼，唐晨，这位是我请来的见习护士陈洁瑜小姐。别想歪了。